这是一个游戏，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学习近和远。您可以问，你能找到附近的东西吗？孩子可以在他们附近找到一些东西，例如花、球或者蝴蝶。然后您可以问，你能找到远处的东西吗？然后孩子可以找到更远的地方，例如树、山或者云。这样做将帮助您的孩子对距离有更深的了解。